睡了两三个小时吧。哇，早上好啊！哇，难兄难弟，啥也没吃呢，没有胃口，可以走了。最好是别的组别来，咱俩稳稳的把这个分拿到。不会来，都在躺床上睡大觉呢。我现在看就是在抖的，就是已经重影了。再过一会儿，胶对不上的对。我们两个都是整宿没睡，头晕目眩，但是没有办法。碰碰运气吧，有就有，没有就放。没有也没办法。好好好。哎，哥，好了，我们见过是不是？我们昨天那个没面试上戏。我们想看看有没有什么工作我们能做，有没有露着角色，人我俩能上上的。是这样，今天我们这边确实有一场新戏，有几个分值不同的角色空缺，有两个高分的。那一个角色呢是黄警官，然后一个角色叫阿昌。这个黄警官呢，他需要演出被气流炸伤之后会露出五种不同的情绪，是目前为止分数最高的一个角色。多少分呢？240分。被汽油炸伤，阿昌呢就是你们看到这个车里面被炸死的那个死尸。死尸分高不？死尸是150分。黄色是露出五种情绪，对不对？对，可以。我演死尸，我可以吗？如果其他组人来的话，他就是他们角色，对不对？我吓我跳，爸，一下给我炸醒了。你说我躺着，笑死！来，我找人带我去换衣服吧。换衣服，我们先用服装把我们俩进入那种状态去。你是阿昌是吗？对。我已经够穷了，别连累人。听我的，跟我回去开会。哎呦我的妈呀，太难了，毫无头绪。我就只能反复看这个原片，准备工作再做得更足一点，可能是会演得好一点点。那这个是只有一次拍摄机会吗？文戏拍完才会拍爆炸的。是哥，周深。Hello， 沈伟豪，沈伟豪，怎么样？要拍爆破啊？啊，其实爆破了是很危险，很多东西要小心，小心。对 ，OK， 好，小心啊！好好好，准备啊！车没问题，来，准备爆车。跟演员说，我们只有一条的机会啊！只有机会了啊！快！演加油！我不行，我不行，我演不好。来，爆破是一个什么呢？是这股力量是往这边推的嘛？因为我们做武行啊，以前呢，都是喜欢做替身的，挡脸，就是这样，就走了。你是演员呢，就不需要挡脸了，两个手可以抬，就出来的比较宽嘛，头要硬，因为才能下去的时候这样就会受伤。OK， 好，不要往远，往高甩。曾志伟老师，一遍一遍，一遍一遍，告诉我怎么做能最好。出去挺，这是往机器冲。哦，往机器那边。来，师哥。因为我没有爆破戏这样的经历，做这种肢体动作，我就是不太擅长，也肢体不协调。摔了十几二十次吧，就是我摔的时候，我一点都没感觉到有那么一丢丢的累啊，或者说。辛苦啊，疼什么的，因为这是一场爆破戏，能爆破的次数它是有限的，最多一次机会。是，连炸点一块啊。所以我觉得我还是在前期准备上多试几遍吧，尽量减少真正来拍的时候这个失误啊。灭火，灭火！灭！灭火！灭火！来灭火了！哎，人回来！没吧？好，快点，快点灭！很好，很好。
不容易啊，不做演员很难的。是我肢体特别笨的。好，我来公布一下咱们的角色分配啊，它分别呢会对应有一个分值，如果说表现比较好的是可以得满分，如果表现比较差 NG 比较多演技比较有瑕疵的那是会扣分的，大家明白了吗？冰皮乙150分，大侠乙60分，厨娘130分，大侠甲60分，冰皮甲150分。这哪是贴没贴反吧老师，就这样了是吧？哎哥，咱俩是跟着冰皮同步进来的还是咱俩已经在一桌在那喝呢？这咱就是过去听导演的嘛，咱现在一顿设计然后过去了到导演那完全不对的，白弄。行，咱主打一个不能抢戏啊。哦，这个眉毛是要盖着的还是露露出来？大概还有多久？姑娘快点。对不起对不起，我在进入状态。这个装扮，然后这场戏算是我第一次演古装，然后第一次演这种角色，然后第一次在这种情境中，完全都是第一次这种妆造。你看我现在手一直忍不住，嘿嘿嘿。哎，你好，干嘛？就是有没有其他的多余的跑龙套的角色，男的女的，爆炸或者不爆什么都行。嗯，没办法了，镜头已经过了。戏不等人呢。哎，还会再拍一遍吗？或者还没有其他的？你觉得可能吗？车子爆了。通告是这样子，对不对？你来晚了，爆破的戏我们不能等。你作为一个路人，临时演员，我们希望带到你看到那个爆破嘛？这都爆了，都带不到了嘛？你再演也没用啊。还有别的角色吗？怎么办呀？加一个吧。我很惨的，导演呢？我很惨，然后我可以演很好，或者我在这等他补拍一条，还是怎么样，我都行。装录影，装录影，准备装录影。是准备什么？我可以随时去。然后我们拍那个锦涛起来的那个场景的话。你去跟。辅导他们研究一下吧，看有没有可能。